阿弥陀经要解。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诸位沙弥居士，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翻开本子第23面。我们今天正式的开始讲《阿弥陀经》经文的部分。前面的五重玄义上次已经讲解圆满了，大家听后就对本经的概要有了一定的了解，然后再入文来体会经的深意那么自然能够很顺利。那我们来看要解。那么这一段是23面的倒数第5行开始。藕益大师之所以注解本经的要解是因为本经虽然文字浅显，但是义理非常的深广。过去莲池大师是我们净宗第8祖做过阿弥陀经书抄，那么优希大师这也是跟藕益大师同时代的人，是天台宗的祖师，做过弥陀经略解原种抄这两部抄已经将本经的妙义阐发无疑了，但是这两部书文字丰富，那么解释的义理确实是很周备可以说是广大精深精彩绝伦，但是初级入门者往往感觉到高深莫测，所以才有人祈请藕益大师为弥陀经做一篇要解简要的将本经的义理阐发出来，但是文字不能多也不能深可是呢意思又不能够浅，那这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藕益大师确实是古佛再来将这部要解写得非常的圆满言简意赅。那么当然要读懂
体会的要紧啊，那么必须也是要有一定的啊基础。所以我们这次采用啊圆瑛大师的讲义啊作为讲解的这个参照啊，细细的为大家来阐述，希望呢我们呢学习之后对净土产生啊坚固的信心，恳切的求生之愿，并且在念佛行门上能有突破。这一生一定要拿到往生的把握。好，那我们来看要解的文说。入文分三，初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序如首，五官俱存，正宗如身，腑脏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这里讲《弥陀经》的经文分为三分，就是三个部分。那么其实所有的经啊，都分为这三部分，就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那么经开三分的这种判法，最初啊是始于东晋时代的道安大师。那么道安大师当时并没有啊看到啊梵文对于经典当中啊分三分的这个啊潜力。完全是自己智慧看出每部经呢都有这三个部分那么在道安大师之前讲经的人呢一般都是随文讲解，并不去对经文做分判所以对经的结构往往发掘的不够那么结构不明了，对经的义理的体会也就有所限制。所以道安大师开创先河将经都分为序正流通三分当时很多人还批评认为道光大师这样分是不对的但是呢后来到了唐朝你看从东晋到唐朝这个时间很长所以真正有建树的大德没有说不遭受批评的。那么到了唐朝，玄奘大师译了很多的经论传回中国。那么有清光菩萨的佛地经论，发现呢
这个论，论就是注解经的，啊，也是把经啊分为啊三份，啊，分别是第一教起因缘分，啊，就是序分嘛，啊，这个大教啊是因什么因缘而起的。第二圣教所说分，啊，就是正说这个啊圣教，那就是正宗分。第三依教奉行分，就是流通分。啊，原来古印度的菩萨啊也是把经分为三分。这就等于证明了道光大师的分法是完全正确。啊，所以后人呢再不敢批评了。啊，称道光大师的这个分法叫做弥天高判。啊，这是跟天那么高的一种判法。啊，这见地之高啊，不亚于啊佛世时期的这些菩萨。啊，所以自从啊大家都确定了承认了，那么以后凡是讲经注经都用啊这三分啊来作为啊这个分析经文的结构。那么就不用啊清光菩萨的这个三分的那个名词了啊，用道光大师的续正流通啊这个名词。那么这里讲到说这三分是叫中初善中善后善。所以这三分呢都是善的。这个善就是圆满。啊，将佛的这个啊意思啊都啊开解了出来。那么这里用人身体啊来作为比喻。序如手啊，序分就像人的头啊，头上长着五官啊，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嘴巴啊，那么这都是具足的啊，如果不具足那这个人就是残缺的啊，就不正常。那么从五官上观察一个人啊，基本上把人的啊全貌啊，他的这个人的气质啊，他的啊素养，他的道德学问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出来。包括他心里的活动，那么善恶这种秉性啊，至于的根性啊，都是从五官可以看出来的啊。中国古人都有看，会看面相啊，就看五官，那基本上就把人看透了。那么序分呢，就像人的头啊上面的五官一样啊，你能够把序啊看明白了，这部经的大意全貌也都看明白了。那么这部经啊，是大乘是小乘啊，是偏是圆，圆就是圆满啊，偏就是不是圆满啊，那么基本上就看得出来了。那么正宗分呢，就如同人的身体
有啊，五脏六腑都在身体当中。那么五脏六腑对于人身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少一个都不行，少一个人生命就有危险了。那么，这正中分在本经里面，正中分就讲到三科第一是尘一正庄严以起性正中分里面陈述这个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是为了启发我们的信心。那本经正中分是从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这里开始。那这一句经文前面的都属于续分。那藕益大师判续分的方法跟前面注经家的判法不同。一般注经家都是把六种成就就判入续分。这个所谓性成就文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这个处成就、众成就，这就是六种成就判入续分然后直接就入正中分但是藕益大师呢是将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一段也判入续分叫别续就是不同于其他经的一个续。前面的是讲六种成就的是通序每一部经都有那别序就是特别发起这部经的因缘是佛主动告诉舍利弗这个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那么然后进入了正中分先是陈述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一报和正报正报就是佛跟菩萨那么这一大段经文主要是起信那么紧接着我们可以翻到本子的63面。第二部分呢是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特别的劝导众生要求往生来发愿。发愿往生。就是从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比帕致从这一段开始劝导发愿第三科是在68页正是行者执持名号以力行开始修行人依这部经来修行就是执持名号所以经文是舍利弗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至若七日，一心不乱。啊，那么这里是讲行门，所以这个正中分就是开出信、愿、行啊，这三科，正是啊净土三思量。那么，所以整部经主要讲什么？啊，这么一判，我们就非常清楚，这部经就是讲信、愿、行。啊，所以藕益大师在五重玄义当中，啊，为什么会判这部经的宗？啊，第三重玄义明宗是信、愿、持名。啊，就从这个判法就一目了然。就是本经啊说的，信、愿、行。所以啊，通过正中分一看啊，就全部明了。然后看第80页流通分，这里有一个表。那么流通分从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处比佛啊等等。那么这里以下都是流通分，经文非常长啊。那么大家看到80页这个表啊，也分两科，一个是普劝，一个是解劝。啊，普劝也分三小科。啊，丙一劝信流通。丙二劝愿流通。丙三劝行流通。你看流通分也可以分为信、愿、行。那么前面续分也是如此啊，可以分为啊信、愿、行。所以全经三分啊都是啊信、愿、行啊，所以本宗的啊本经的宗啊啊，修行中序啊，就非常明了了。那么刚才啊，就没有啊特别提到啊这个序分当中的信愿行啊，主要在别序当中就看得很清楚啊，大家可以翻到32面。32面，你看。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100,000,000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这个两个有，再加上近现在说法啊，二有和现在就是劝信啊，续分当中劝信。那么这经文当中说世界名曰极乐啊，既然极乐我们就应当愿往生啊，这就是劝愿的续分啊。那佛号阿弥陀，那就是劝我们要持名啊，执持这个阿弥陀的名号，这是啊劝行啊。所以别序当中也是具足信愿行啊，所以序正流通三分都是以信愿行啊三资粮啊来分判。这一部经啊，这个梗概就非常的明显了啊，这个是
偶一大师啊为我们判出来的啊，大家之前都没有看出啊，本经原来啊这个结构啊这么明显啊，序正流通啊都是啊劝信愿行。就把净土最重要的修行旨趣啊给我们揭露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学习呀，啊，科判，对于啊认识经典的意趣是非常重要。啊，要学习科判，最好的下手处就是用本经啊，《阿弥陀经要解》的科判。啊，最好能把这个科判背下来，啊。因为这部经大家都会背了啊，你把科判也能背下来，这样你每次读的时候，那个科判就在心里啊，这么跟着经文就显示出来，久而久之，你那个科判的印象很深刻，把这个方法学到了，你再去看每一部经啊，都用这个科判的方法。就很快把一部经啊，它的结构看得很准，结构看得准了，那个义理就能够全部浮现出来。那么流通分就像手足啊，人的手脚要运行不滞啊，手足啊是要运动的啊，脚是要行走的。那么流通分的意思就是这样，这部经讲完了是需要流通万古通达十方这就是流通的意思那么必须要没有障碍没有停滞那本经谁负责流通呢是六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说成实言，称赞这部不可思议的经典所以这不是普通人能流通，是诸佛才能够堪可流通本经可见的本经的高度那么所以偶一大师把六方诸佛的这个段落判入流通分，这也是很高的手眼，高于古德那种判法极显了这部经的殊胜因为不是诸佛怎么能够流通那我们能够流通，换句话说是行诸佛之所行见通佛见，行通佛行。好，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解文。故智者是法华，初一品皆为序，后十一品皆为流通。又一时基本二门，各分三段。则法师等五品皆为机门流通。那么在这里呢偶一大师是借鉴的隋朝天台宗祖师开山的祖师这个智者大师对于《法华经》的科判这种体例来比照《法华经》的科判来对《弥陀经》做科判所以在这里是引证前面说的初善、中善、后善的意思。那么这里先解释一下智者
智者大师法名叫智已，字德安。那么他是颍川人，母亲曾经梦到五色的彩烟萦绕着他的胸怀，后来就生了智者大师。那么出生的时候光明满室，而且他的眼睛有重瞳，就是那个眼瞳双重，这是跟一般人是不同。卧臂合掌，坐臂向膝，从小就是这样，睡卧一定是合掌睡卧，坐起来一定是向西方，一定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人。那么18岁就出家了，日诵法华经，后来李慧思大师就是他的传法师。慧思大师是一位大成就者。那么慧思大师见到智德大师就说了，昔日在灵山我们同听法华经今天又遇到了慧思大师肯定是有神通宿命通，看到了大师就告诉他我们俩过去在灵鹫山一起听佛陀讲法华经，那么今天又遇到了，然后指示他普贤道场让智者大师在里面行法华三昧行法华三昧就是从读诵下手，随文入观，就是通过读经来修定，定在经文的境界上就能入境界。这个方法非常好像我们呢平常可以用读无量寿经或者短的阿弥陀经也可以那么无量寿经比较长那修定的时间就比较长，那法华经就更长越长的经文你的心就越定得久那么智者大师诵到药王菩萨本誓品法华经28品他读到这一品里面的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这个经文的时候寂然入定，那么入定了他就到了灵鹫山亲自参加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盛会，然后出定之后跟人讲现在法华会还没有散呢从此以后他的这个就是对经典全部通达，也就是他已经开悟那么后来就立天台宗将如来一代十教判为58教，创立三智三观的修行法门一生弘扬法华经著作有法华三大部那么享年67岁在石层寺作画。古人都将智者大师尊为小释迦东土的小释迦。那么他老人家注释法华经的时候也是分这三分续品就是第一品是续分。
那么第二品啊是方便品啊，到这个第十七品分别功德品里面的十九行偈啊为止，这属于正宗分啊。那么从这个十九行偈之后啊，一直到最后第二十八品普贤菩萨劝发品，这总共十一品半的经文是流通分啊。您看法华这个流通分智者大师判的很长啊，总共十一品半的经文啊，二十八品啊，十一品半啊，都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文了啊。那么偶一大师在这里也是学习啊智者大师啊，你看弥陀经从六方佛赞后面这经文也很长，差不多也是占了超过三分之一啊，都判入流通分啊。那前面呢续分呢啊也是比较长的啊，就是有通序有别序。所以弥陀经虽然是个短经，但是这种判法流通分跟这个续分两边的分量都很重，这是大经的气势，所以称为啊初善中善后善啊。初就是续分善，正中分也善，后面流通分也善。那这里讲到又一时基本二门各分三段，这就是啊《法华经》里面，那么智者大师先将二十八品的经文呢分为三分。那么又有一时讲《法华经》呢，就将啊基本二门呢各分为续正流通三段啊。那么也就是先讲基门的啊续正流通，再讲本门的啊续正流通。那么什么叫基门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示现成佛的事迹。那么他老人家来示现成佛是开三乘之全教，显一乘之实理啊，所以叫开全显实啊。过去讲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是全巧方便来设立的教法啊。到法华会上是直接讲一乘法。那么释迦牟尼佛啊，这一生就实现这个叫基门。那么《法华经》里面呢，前面的十四品啊，都属于基门，是开权显示啊，就是从第一续品到第十四安乐行品啊。那么后面的十四品呢，啊，二十八品嘛。就从第十五品到第二十八品是属于啊本门。本门是啊开尽显缘。这个本就讲释迦牟尼佛是久远之前早就成佛的啊，这个叫本。不是这一生才成佛。在梵网经里面就讲佛是啊来此娑婆世界已经是第八千次成佛。啊，那娑婆世界还没成就之前呢，释迦牟尼佛也早就成佛了。啊，娑婆世界成就之后是第八千次。啊，那娑婆世界也有成住坏空。啊，未成之前释迦牟尼佛也早成佛了。
啊，这是讲本，啊，是开如来之尽寿，就是这一生啊的寿命叫尽寿，显本地之远寿，啊，所以如来的真正的寿命那是极长远的，啊，所以《法华经》里面如来寿量品就说，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界，啊，这是佛的寿命啊，不是在这一生只有这80岁啊就入灭了，啊，那是尽寿，那个远寿是无量劫的。所以刚才讲了，机门、本门都各分三段，就是都各有啊续分。正宗分、流通分，所以这解要解里面说，则法师等五品呢，皆为机门流通。啊，这是讲什么呢？在《法华经》里面，啊，法师品是属于啊第十品。那么，机门的三分啊，分别是第一品就是续品，就属于续分啊，机门的续分。那么第二品方便品呢，到第九品啊，是受学无学人际品啊，这是啊，总共啊8品啊，是属于啊机门的正宗分。那么，从第十品法师品至第14品安乐行品，总共5品是机门的流通分，啊，就是藕益大师在这里讲的，啊，法师等5品，就是啊，从第十品到第14品，啊，皆为机门流通分，啊，之后从第15品呢，啊，就。属于本门的啊，续正流通三分啊，所以从第15品，从地涌出品啊前半，至弥勒菩萨以问思事，佛今答之，汝等自当因是得闻啊，这属于本门的发起序啊，续分。那么紧接着还是这一品啊，从尔时释迦牟尼佛告弥勒菩萨啊，那下面到17品分别功德品为止，总共2品半啊，属于啊本门的正宗分啊。再从第18品随喜功德品一直到最后啊，总共啊11品啊，18品到28品。啊，11品的经文都是本门的流通分啊，所以可见的，无论是本门是机门的流通分，都是啊分量很大的。那么从全经来讲，啊，这个流通分是后面11品半啊，另外有一时啊，这个智者大师讲的。分机门、本门的流通分，也是啊，机门啊就有5品是作为流通分，啊，本门的流通分呢就有11品，所以这都是啊这个很特殊的啊判经的方法。那么藕益大师啊，他是私塾天台，专门学习天台宗的教义。那么，所以他注解本经都是用天台的这个啊判经方法跟呢理念啊。那我们从学习这部经也能学到啊天台宗的教义啊，还有他这个判经的方法。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要解，盖续
必体一经之纲，流通则法师不庸，关系非小，后人不达，见经文稍涉义理，便判入正宗，秩序及流通，仅存故套，安所称初语亦善，后语亦善也哉。啊，这一段呢，是藕益大师啊，这个批评一些啊注经家，他们呢对经典判法的啊这种啊，哎，这个不够严谨啊。说到盖序，这个盖啊是发语词。那么也有啊这个大概的意思啊，序分必定是提一经之纲，这才叫做初善啊。假如这个序只是一种固套啊，六种成就了，每部经都一样啊，那就见不出是特属于这部经啊的提纲啊。所以呢，本经在这边判啊，这个藕益大师判别序当中啊，直接就将这个从事西方啊，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几句判入序分，这是提纲挈领啊，已经将本经的啊信愿行三资粮给我们显现出来啊。这叫做提纲。那么流通分呢，则法事不庸啊，令这个法门啊惠施一切众生啊，而不庸塞啊，令这个流通啊非常的顺利啊。那流通顺利必须要看到这个经啊是谁来流通啊，这关系非小啊！啊，一个序分，一个流通分，这两分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藕益大师将六方诸佛赞叹判作流通，就显示出本经是诸佛来流通，这就是极显本经之尊贵啊！连菩萨都得靠边站啊，只有佛坎坷流通。因为本经是诸佛所行境界啊，非九界众生啊所能信解也啊。所以这么一判啊，大家对经就重视了啊。你看序分啊讲的信愿行啊就讲出来了，和盘托出。流通分呢，诸佛负责流通啊，诸佛同赞这个法门啊，所以大家对这部经就不敢轻视。那么后来后人不答啊，这是后人注经啊不能够了达通达这样的一个意趣。只要见到啊经文稍稍涉到义理的部分呢，就判入正宗啊。所以比如说以前很多人注解弥陀经啊，弥陀经古来的注解很多啊，一般很多是什么呢，就判六种成就啊，就是序分啊，从啊尔时佛告舍利佛，从事西方啊，这个过十万亿啊佛国土，有世界名曰极乐，这个就已经入正宗分啊。那么这种判法呢啊，就是属于固套，这个套路就是每部经都一样啊，就没有显出本经的特殊。所以那个秩序及流通啊，这两分呢仅存固套。那流通分一般都是啊，前面古德就是判最后啊，最后经里面就说这个啊，佛说此经已
啊，舍利弗，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思，欢喜信受，作力而去。这每部经都一样了，啊，千篇一律，啊，所以这个呢，安所称初语一善亦，后语一善也哉。所以智者大师讲，初中后三分都是善。那如果你用固套来判三分，就显不出这个三分皆善的道理啊。那么偶一大师这种科判的方法啊，与众不同啊，就特别显出啊，初续分善啊和这个后面流通分以善。那么这个也不是偶遇大师特立独行，他是引用的啊，是《法华经》科判作为他的啊证明啊，是法这个智者大师已经啊这么做过。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啊续分了。那续分里面啊，我们可以看那个表。在第二十四面啊，续分分为第一通续，第二别续啊。那么这个甲乙丙丁啊，这是啊等于辅助我们了解这个科判的层次啊。那么一开始有人可能看不习惯啊，甲一乙二丙三哈、啊，这搞得好像啊搞不懂。但是呢啊，看多了啊，这些就确实很容易看懂，而且很方便。那么甲一、甲二、甲三就是第一层次啊，所以甲的层次呢就是经开三分啊，甲一续分，甲二正中分，甲三流通分。那么甲一底下啊，下一个层次呢就是乙了，就分两科啊，乙一是通序，乙二是别序啊。那这个表一看就很一目了然。然后第一通序呢又底下分两课啊，丙一标法会实处，丙二引大众通文。那么通序就是通于一切经啊，一般就是六种成就。从就是讲如是我闻啊，这样下来，如是是性成就啊，我闻是闻成就啊，一时是实成就，佛是主成就，在舍利舍卫国啊，这个其数即孤独园，这是处成就，在什么地处啊，讲这部经的。还有后面有1250人聚啊，这是众成就，就是听经的大众啊。那么这个呢，六种成就啊，就好像我们呢写会议记录啊，在前面一定是标明啊，本次会议啊是在什么地点讲的，什么时间讲的啊，主讲人是谁啊，听众有哪些人啊，时间地点人物啊，都标得很清楚啊。那么当然经啊是还有性成就、文成就，主要是增长我们的信心啊，而且呢啊是为我们证明这是实实在在阿难所听闻的啊，不是道听途说的。那么所以啊啊这一段的序通序啊也叫做正信序，证明这个经是确实有的，有出处的啊，让我们有信心。那么为什么用这六种成就，这也是佛亲自指导的啊。佛在临入涅槃的时候啊，阿难尊者就请问佛，
一切经之首啊，应该用什么语言啊开头？那佛就只是说，用如是我闻等等啊，这六种成就啊来开头。啊，因为具足了六种成就，这个法会才叫具足。啊，所以一切经都是用这六种成就。啊，假如没有这六种成就的呢，啊，那就不一定是佛经啊。啊，所以伪经有时候啊，它就是不一定具足六种成就。啊，当然这六种成就伪经也可以编造啊，这是，但是呢，啊，没有的，那就说明肯定是假的。那么别序者，就是别于诸经不同的这个序，啊，只有本经有，其他经没有，啊，是属于啊本经发起的因缘，啊，所以也叫发起序。那么我们先看通序，那么这个通序，那么文中啊，实际上啊，就讲到了啊这个法会的实处啊，也就是这个五种成就。我们先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即孤独缘。那么我们先看要解啊，要解中这么说：如是标信顺，我闻标师承，依时标机感，佛标教主，舍卫等标说经处。所以这第一句就含有啊啊，五种成就，啊，第六种重成就呢是在后面说。如是，这个标就是标显，啊，如是啊是标显信顺，就是信成就。阿难呢，当时在佛灭度之后啊，主要啊由他来啊复讲佛陀的经典。啊，来结集经典。那么他就会啊，这个大众啊，先要请法啊，说如尊者所闻，当如是说啊。那么阿难就回答：如是当说，如我所闻。这就是讲信顺啊，所以阿难讲。我就是这么听来的啊，听佛当时是这么说的啊，不是我自己瞎编的啊，就我的句句啊都是有出处的，这是表啊他说的这些经信实啊，也顺大众之心。那么经典的结集工作非常的严谨。啊，阿难在台上讲，底下五百阿罗汉一起听。要知道，五百阿罗汉啊，这个都是在阿难尊者之前成就的阿罗汉，啊，可以说都能当阿难的老师了。但是他们都在底下听，为什么呢？敬法啊。因为阿难能讲啊，让阿难上台讲啊，那五百阿罗汉呢来护持啊，护持这个讲经的道场啊，令这个经文能够顺利的结集啊，绝不说啊，这阿难比我成就的晚，我怎么能听他的啊，这个就不对了啊，要以法为准。阿难能讲，那我们就护持。那么阿难呢，他也不是乱讲，他是说如是我闻
啊，佛怎么讲，我从佛那里听闻的，我就如实的说。啊，那么所说的，只要五百阿罗汉当中有一个不同意，那么这个句子就不能够记到经文里面。啊，那我相信那时候啊，五百罗阿罗汉都是做结膜的，啊，可能听完之后有人提出来这一句不能够啊入经文啊，我听的好像不是这样啊，有一个啊不忍反对啊，那么那句就不能写到经文里面啊，要五百阿罗汉就大众生全部默然认可这个经啊，经文才能够写入那个经典。所以这个结集的工作是非常严谨的。那这是呢对后世啊负责任。因为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啊。我们呢有信心才能入到佛的大海。那假如说经文出处大家都有怀疑啊，到底这佛是不是这样说的啊，一有这个怀疑就破坏了信心。啊，所以这些阿罗汉的弟子们结集就非常的严谨。啊，保证五百阿罗汉都通过啊，确确实实是佛说。啊，那么就给后世啊做信心保证。所以如是是信成就。啊，是如实的说。那么信就摆在第一啊，信成就。我闻呢是表师承。所谓啊师之道合。啊，阿难尊者啊是跟佛这一位老师学的。啊，不是啊这个听很多很多老师啊，听很多很多老师就没有那个师承啊，他只听佛讲啊，几十年就跟着佛一个人学啊，就得到佛的真传啊。所以迦摄尊者赞叹阿难说，佛法大海水啊流入阿难心。啊，所以阿难作为佛的传法人啊，那一定要得到师承。啊，那么不仅是啊每堂课都必听释迦牟尼佛啊亲口宣说，而且是什么呢啊，做佛的侍者。那么佛对于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教导啊，耳提面命。那么万一他的思想有偏差，佛就能对他及时的指出来啊，因为天天跟佛在一起啊，这样就能够啊得到佛的真传。那么这里讲我闻是我亲自从佛那里听闻的。啊，不是从辗转别人那里口传听闻的。啊，是我亲自听佛经口实教。啊，亲耳所闻。那么一时啊，一时是标机感。啊，这个一时就没有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的时间啊。有些人呢啊，特别是现代的学者啊，看了佛经之后啊，就会批评这佛经讲的你看都没有什么严谨性，怎么都不标出时间地点啊，地点是有标，时间它不标明啊，这个会议记录啊不够周全。全部经都是一时啊，那么这些学者是看得很浅啊。你看偶遇大师讲一时是标显机感啊，机就是啊
根基啊，众生根基成熟了，就能感应道教。那么佛就啊讲这部经啊，那这部经啊，佛为什么会讲？因为呀、啊，众生啊成佛的机缘成熟啊，以前这个机缘还没到，佛不能讲啊。现在佛看到了，哎，机缘到了，所以他就讲了啊。那《无量寿经》啊，就体现的更明显啊。佛啊，在讲经之前，放光现瑞啊，是非常的欢喜啊。啊，佛为什么欢喜呀、啊？就是看到众生能够成佛了，啊，这是唱佛本怀呀、啊，啊，所以众生根基成熟，虽然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佛知道，啊，就讲出这部经，啊，《无量寿经》也是这样，啊，所以本经跟《无量寿经》应该互相参照。古德都是把两部经称为大小本啊，小本弥陀经啊，大本无量寿经叫大弥陀经啊，那么这两部经是一部啊，那么要互相参看。所以在这个时间啊，真叫良时，那么佳慧啊，那么所以佛在这时候讲大法。那么至于说能不能够啊，每个人啊想听佛讲经都能听到呢？是可以啊。你看前面刚才讲到的智者大师读法华经入定，也能参加灵山法华盛会啊。所以对智者大师来讲，这个时候也叫一时啊，所以那个时间你怎么能标明呢？你说这公元前几几年，那是死的时间啊。那如果是这个死的固定的时间，智者大师是不可能入灵山智慧啊。那个时间是活的，他就能够入了，所以一时是活的啊。不是固定在哪一个时间点上啊，所以你只要能够啊读经读到啊一心不乱之时，像智者大师那样既然入定，你也能参与舍卫国起素己孤独园的盛会啊。虽然现在这个啊起素己孤独园是变成了一片残骸啊，我们去看了啊，他已经没有房子了啊，但是呢，你能入那个境界啊，是佛陀当年啊舍卫国起素己孤独园的那个境界啊，是可以做到的啊。那么《无量寿经》呢，也是在灵山讲的啊，就是七舍学山啊，灵鹫山。啊，那么你要是读《无量寿经》，也读到既然入定，你也能入《无量寿经》的法会。那么佛是标教主，这是我们啊佛陀教育的啊导师。那佛是啊。自觉觉他觉心圆满，他教化众生以先觉觉后觉，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教育。所以一生啊讲经说法，他是一位啊义务的教育家。那么我们呢得到佛陀的教育，
啊，能够觉悟，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觉而不迷，就能够解脱痛苦。啊，因为一切痛苦，一切烦恼，都是迷惑而产生的。啊，只要破迷开悟了，烦恼痛苦就没有了。乃至于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最后能像佛一样，啊，觉醒圆满。啊，每一个众生都能达到。佛来这个世间，就是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说明白，所以他叫教主，啊，这个教是教育，啊，不是一般我们现在说的宗教，啊，宗教里是讲神，啊，那么佛教里不讲神，啊，佛不是神，啊，佛是人，是一个觉悟的人，啊，圆满觉悟的人。啊，是人做的。那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啊，我们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自称弟子。啊，那师和弟子就是师生关系嘛。啊，那神跟宗教里讲的神是天父。我们是儿女，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这宗教。跟教育是不同的，那么懂得这些道理，啊，所以教育是平等的，啊，谁都能接受教育，像孔老夫子讲的“有教无类”，啊，就没有分别的，至于贤不孝，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可以接受教育。那佛陀的教育呢，是九法界一切众生都能接受这个教育。而且最后都能够圆满成佛，啊，所以成佛就好像拿到了佛教里头的最高学位，啊，就成佛了，谁都能够拿到这个学位，啊，是平等的，啊，那宗教里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能做神，这是不可能的，啊，他也不允许，你来做神，啊，所以宗教跟教育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佛陀教育，啊，不要把这个教育变成宗教，啊，当然，啊，佛门也讲宗教，啊，这个宗是宗门，教是教下，啊，这就是禅宗啊跟教下这两大派系，啊，都是啊教育的方法。那这里佛啊就讲过了，舍卫国是标啊说法处，那么舍卫国是啊波斯匿王的都城啊国都，那么这个国都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丰德啊。就国家非常的啊丰厚富足啊，那么人民呢也很有德，那么据记载舍卫国人们呢都是多闻解脱，多闻因为什么呢，佛在那里教化很久啊，所以人人信仰佛教，啊，都学习佛陀教育，啊，那这里面呢，无论在家出家，啊，正果的非常多，啊，所以都得到解脱。那这个国家呢，财宝跟五欲都非常丰足，啊，所以啊，这个国叫做丰德。那么其数几孤独园啊，这个是讲这个啊道场，其是祇陀太子
这个几孤独园是几孤独的长者啊，他的园林。这个园林是几孤独长者用金砖铺地，所以啊，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那后面要解文啊，有讲到啊这个典故啊，所以我们到那里再说。那佛在这个园子里讲经很多年，啊，二十多年。那么这部经也在那里讲的。下面我们来看解文：十相妙理呀，古今不变，名如。以十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曰是。偶益大师在这里解“如是我闻”四个字啊，非常精彩啊，就不是啊普通的从事相上来讲啊，是从理上讲。那什么叫如呢？如是不变的意思，像如如不动啊，这个如就是不变的啊。不变的是什么呢？实相妙理。那么本经是以实相为正体啊，也就是依据实相而说的。啊，实相就是真实的相，啊，不是虚的虚假的相，虚妄的相。啊，那既然是实相真实的，它就是不变的。啊，能变的一定是虚妄的。啊，那妙理就是妙性离体。啊，就是讲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实相。跟真如跟自性啊，都是啊一体而异名也啊，不同的名称而已，讲的都是同一桩事。那么这个妙性离体，这就是讲到理啊，一切事项都具足离体。事项啊是千变万化，但是离体是古今不变的啊。那这个古今不变就是超越了时间，不是古也不是今啊，非古非今，不属于古今时间所受摄，而是超越时间的，这叫做古今不变，这叫如。就好像虚空啊，虚空不能说它明，也不能说它暗啊。太阳出来了你见到是明啊，太阳下山了你就说是暗啊，那是光啊。但是虚空不属于明暗，所以这个不是因明暗而变化的，这是虚空啊。那做用这个比喻我们就了解啊，实相妙理不是古今啊，非古非今，也不属于十方啊，没有方所，它是真如离体，所以叫如啊，是不变。那依实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啊，这几句叫是。实相妙理啊，就是啊我们呢现前一念心性。依这个心性能够啊聚造啊
万物万法。那这里以心性来念佛求生净土，就必定能生净土。能念的是实相之心，所念的是实相之佛。能求生净土的，这个是实相之信愿，以心性而生信愿，所生的是实相的净土。那么这个在前面五重玄义变体，变这个本经，实相之体呀，已经讲了很多。说到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也。这个话，藕益大师把所有的这些能所都归到实相。所以我们以这部经而修，就是以实相而修，这个叫是。所以如是这两个字解得妙。如是指真如心性。是就是以真如心性而修。本经就落实在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以实相而修，就是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所以这里讲决定无非，那是决定错不了的。你真实的发起念佛求生净土的心，一定能够往生。要知道实相是无念无不念，无相无不相。有的人只说实相是无相，不知道实相也无不相。无不相就是他能生万法，无相就是他本自清净，本来无一物。那么净土既然是实相，它当体就是无相，本自清净，但是它又无不相，一正庄严，宛然存在。那我们念阿弥陀佛呢，以实相而念，念的时候就是无念，因为实相之中本来无念，本自清净，但是又无不念，不是不念呢，是要念，要求生净土，赤然的求生，赤然的念佛，赤然就是念得很明白，很清楚，很精进，这个是无不念，就是一定要念，这才符合实相。如果说我不念了，不念呢就不符合实相，一定要念，所以决定无非。下面，实相非我非无我，阿难不坏假名，故仍称我，耳根发耳时，清灵原因，如空应空，明文。这是解释我闻两个字，也是一实相。所以藕益大师解释这个经啊，处处回归实相，处处导归自性。所以真的是妙啊。那么这里讲到实相
非我，因为实相啊，无相啊，那当然没有我的相啊。啊，所以阿难尊者说我闻这个我，就不同于凡夫啊情执中的那个我。啊，他是依实相而说的我，这个我当体就是实相啊，所以当体就是无我。但是也不能说没有我了啊，非无我啊，还得要说我。为什么？因为实相无不相啊，不是只打破一切相啊，那就是变成了偏空啊，二乘就住在这个偏空的境界中。那大乘呢？啊，空有不二。所以实相无我还非无我啊，所以这个非无我就是不同于二乘所证之无我的境界啊。二乘是破了我执啊，但是他们呢啊不能够度众生，不能认识啊法身真我。嗯，那么阿难尊者在这里是随顺菩萨的假我，随顺世间假名为我啊，不坏假名嘛啊，我是个假名而已啊，而其实就是实相，就是法身。虽然是有这个假名，但是不会有凡夫那种我见我慢啊，不是那种烦恼的我啊，所以既不坏假名啊，又不落这个啊凡夫的这个我执。那么当然也不属于啊外道啊所执着的那种神我，认为呀 啊有一个真我在，把这个真我着实了啊，这也是错。今天呢时间到了，这个我字先讲到这儿啊，文字明天再讲。